婷婷，你出来了。爸爸打卡了。你怎么离大家那么远？打卡。然后等一下喊一二三一起来。走好几公里远到田里面给那些工人吃，不就是扁担一开始的作用？到五年代，我们还卖珍珠，在卖珍珠。那珍珠它也叫什么？你们知道？婚礼叫婚礼，那时候怎么卖？有没有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、那时候那我们叫年长，提供技术，提供观念，让各位自己创业当老板。那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络。我们不是什么加盟店，我们单纯是辅导，我们没有什么加盟金之类的。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络。包含的茶叶类、花茶类、咖啡豆类、提取物都没有，都有，连食品熟的也都有。海滩很像夏威夷的海滩，我们有简介。那是以宜兰的后花园，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，现在已经被慢慢公开了。前面这个步道，不要喝，不要喝。对啊。哎，快专心听啊，专心。东西又乱丢。对啊。好，走了，下一个。哎呦，稻米时光机。换姐姐了啦，换姐姐了啦，你已经用过一次啊，还是换婷婷？还有了，还有了，还有了，等下没有，你都很浪费。
最下面。